放假都干嘛了？放假主要在家休息，然后陪陪家人。然后今天是第一天回到队里，那个感觉怎么样？感到就是回来比较亲切吧，然后都是一些之前我们一起征战的一些队友，然后回来也是准备开始练习的。然后这个夏天自己想练点什么？想练投篮还有侧运。能不能跟咱们抖音的网友打个招呼啊？